手洗干净了，那手机上的细菌病毒勒，听说比马桶还脏十倍。所以啊，我回到家会先用酒精喷在卫生纸上替手机消毒。不过手机过度的用酒精消毒也是不太好的，除非你今天是想要换一只手机啦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可以用这台 Kinyo 紫外线消毒盒，只要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高效的除菌。UVC 紫外线可以有效的破坏细菌病毒的 DNA、RNA， 达到消毒的效果。所以回家之后，只要把手机放到消毒盒里面，插上电，一键按下就可以启动，真的是超级无敌方便的。里面有两颗 UVC， 搭配这个大镜面，能够做到360度零死角的消毒。就算你不小心打开也没关系，它里面有一个开盖停止的机制，可以避免直接照射到人体的眼睛，所以使用上也是非常安全的哦。这个消毒盒容量是0.5公升，像是你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小物一次放进来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像是女生这个刷具真的是超级脏的，就算是用清水洗啊，其实也没办法洗到100%的干净，那你就可以放入这个消毒盒里面做2次的清洁，所以你涂在脸上啊也会更加的放心。或者是你们家有小朋友的，他的嘴嘴走到哪掉到哪，你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放进去做消毒。它的造型小巧，携带方便，旅游也能带着走，疫情当下也能多一份安心哦。欸，你有闻到香香的吗？你知道这个 Kinyo 消毒盒啊，它还有一个香氛草，你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精油，消毒的同时啊，还可以去除异味哦。众多优惠商品都在486 Kinyo 馆哦。如果你想要大范围的消毒，推荐你第二代紫外线消毒灯以及486大喷枪。biu biu biu， 太脏了，太脏了，走开。享受最优质的售后服务，就在486团购。